点击右上角立即关注，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，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有些疾病在某些人的身体上发生率非常高，往往都是因为患者本身没有对身体做出及时有效的预防而导致的，所以对于任何疾病都应该及时做到了有效的预防。那么对于宫颈癌这种对人体伤害比较大的疾病，对它的预防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下列的预防方法可以有效的阻止宫颈癌，积极防治与宫颈癌发生有关的疾病。宫颈癌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，可能为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积极防治与宫颈癌发生有关的疾病是预防子宫颈癌的重要措施之一。加强围产期保健，推广新法接生，正确处理难产，防止子宫颈裂伤，手术助产后及时进行阴道检查，发现宫颈裂伤达一厘米以上者应及时缝合修补，切除过长的阴茎包皮，对阴茎包皮过长者应确到手术环切，不仅能预防阴茎癌，并且可以减少配偶宫颈癌的发病。提倡新生剥皮环切术，想要预防宫颈癌就一定要从自身做起，首先应该有一个预防疾病的危机意识，其次根据个人自身状况做出有效的预防措施，这样才能让人体避免宫颈癌的症状发生。只有正确有效的采取措施，才能达到预防宫颈癌的目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